小孩子受委屈了。小辉，你念完大学以后是不是心里有点骄傲了？没有。你一直都很强，这个从来都没变过。可是生活也一直在给咱们出难题，这个也从来都没变过。这次回厂，我一定要尽快摸清所有的技术设备，给那些为难我的人好好看看。